哇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大家好，我是华姐。今天呢，我要搞一个原汁原味的烤鸡给华姐吃。你是不是没吃过原汁原味的？没有。什么东西都不放？什么东西都不放？就是直接把它烤熟。这样烤的好吃吗？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，就只放一样，百味之首，你们猜猜是啥？开烤。好。先生火。好嘞。哇。华姐，哎，把鸡拿过来。哦，好的，六哥，鸡来了，来，来，反个方向。好，当。什么时候才得吃啊？天都黑了。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？啊，真的吗？需要这么久吗？饿坏了吧？饿扁了。哎呀，难掉，没办法，还要等等。嗯。华姐。嗯。上调料了吗？就放盐而已啊。对。这样更好就好了。哇，太亮了。哇，华姐，饿坏了吧？饿了。终于烤好了。不是说两个小时吗？现在已经不止两个小时了。哇，烤好一道美食需要时间可不少啊。要耐心。嗯。走，我们回去吃鸡。走。开烤，开烤，开烤。哇，来，哇，终于好啦，哇，热气腾腾的，哇，熟了，这腿，来，六哥，等一下，谢谢六哥，哎呀，哎呦，哇，这个真香。哇，你想吃啥？我想吃鸡翅。你先吃完那个鸡腿先。哇，这个好。嗯，香。嗯，对对。哇。嗯，来，谢谢六哥。哇，这皮也太香了嘛，酥脆。嗯，六哥的鸡没变。哎呀，这个谁也不会跟我抢。对的，我要把那个黄掰掉。真香，这皮
又巴又脆。啊，这个是原汁原味，啥也没放。对，就光放。只放了百味之首。百味之首。盐。就放了盐。嗯。有这么好吃，这么入味。嗯。哇，烤鸡吃的就这个皮，哎呀，这样卷起来，嗯，这酥脆，嗯，六哥砍这个干什么呀？砍出来做来吃，你要不要？做来吃？你信不信？芭蕉树还能吃？可以吃啊。没吃过。喂喂，哎呀哎呀，走走。来，拿着。好，真好玩。你弄了两个箫子给我，吹一个，吹一个，拿给你吹一个。如果有个空心就好了。小菜来，哥，对呀，花姐，你慢点烧，这个锅都给你烧着了，我就放点油。好嘞，知道了，六哥。火不要太大，等一下炒糊了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六哥。难搞哦，这火好大。现在的火还可以。嗯。肉先出锅备用，放点姜，辣椒先爆炒，肉放进去，来点料酒，盐。生抽，再来点蚝油，出锅，炒青菜是吧？是的，香，尝一个，哦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出锅了，嗯，开饭，放进，好，哎呀，开饭，饿了，终于可以开饭了，干了，我要尝一下这个，一人干一盘，好，啊，我可以吗？看你干不干得完，好，嗯。可以不？可以，这芭蕉先。哇，第一次吃。咱们这个芭蕉先是野性十足，野生的。确实还，好像莲藕啊。对啊。嗯。怎么我感觉有点像洋葱？你确实还像洋葱吗？我确实还像莲藕。
这样子就吃。嗯，不，太好吃了，这个芭蕉馅，不要多吃点。花姐，第一次吃这个芭蕉馅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吃，这馅是莲藕嫩，比莲藕嫩吧？对，比莲藕嫩。嗯，还要香，跟肉炒吃起来真的很香。嗯。嗯，我感觉我能干掉一大半。你干一盘，我干一盘。哦，我可以干一盘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要比赛吗？比赛也得啊。加油！